本院委员郑丽文等24人临时提案，针对登革热与肠病毒的疫情侵台，从病例的数量显现走势陡升，来势汹汹。此疫情不仅带给全国民众恐慌，更影响家长对幼年子女的日常生活与生命安全感到忧心与不安。而政府相关部门如何有效的防疫，避免疫情继续的扩大与蔓延，实为当务之急。本席呼吁相关单位要提高警觉，预先防范，确实防堵病毒入侵与肆虐，并结合医界、食物界、学界共同为人民生命健康把关，建立更周全、更完善的流行病防疫系统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郑丽文等二。